如果你听太多一种音乐的话，就是你天天吃炒饭这样子，就还有其他东西吃的。我们其实都有玩其他的东西，不过是因为我们比较偏向重金属了。平时是一个可以讲是 sales executive， 也是这个乐团的主音。我觉得沙巴乐团的风气就是在华人来讲啊，我不要讲全部的，我们讲华人来讲是非常的少，少得很可怜。尤其是我们从如果不是现在我们开始办那些活动要带起来的话，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变革出来，所以我们打了这么久，我就想一想，就除了自己爽之外，也要给别人爽吧。所以就是想把这些年轻的带起来。未来的方向是我们是想把年轻的乐队，不管是什么啦，不一定要什么，就是说华人子弟的乐队带出来，因为我们在亚比看到就是那几队很少，而且我们人年纪变大了。就是跟年轻的后浪推前浪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些年轻的一杯拉完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上台是我们都很高兴的。我在乐团上是负责键盘，从我十五岁就开始玩音乐到现在，然后我平时会接一些婚礼 video 吧，然后还有简介之类的工作。我是在乐团里面的 rhythm guitarist， 我也是做 freelance 的平面设计啊。玩音乐其实是在中学的时候开始的，也就是现任的主音歌手阿天，他就问我，哎，你有兴趣参与我们的 band 吗 ？band 啊，我什么经验都没有。OK 啊，你进来玩而已，是这样子接触音乐。乐团我是负责打 bass 的，我是这个 bass 手。我们是大家都是见过生，我几个编友是他们都是之前都是在学校一路来游玩着的。出来社会了过后，我们就有一次的机缘之下啦，我们就一起就讲要不要一起搞 band 哦。我讲哎也是好啊，开始慢慢就玩起这个音乐来了。所以这个 band 我们目前可以走了这样多年，是第一是礼让是很重要啦，大家的意见也是可以讲了过后可以去解决啦。就是早早就来这边茶店饮茶，富贵居里面是主要是打鼓了。现在我们自己做的歌大致上有在射手里面，希望可以做更多。作曲暂时收到的歌有到四个人，吉他手有鼓手我，还有键盘手。未来啊，有自己的 EP 跟 CD 啦。我一首歌我们就是写完全反对人家堕胎了。我叫钟晨，吉他手。是大理这间摩托店，钟林、阿浩、我、蹦蹦，时间抽到来都一起去骑摩托。打本来我们是本来打爽了，后来也打就开始认识一些有族的这些地下摇滚的一些嘎基啦，所以就这样掺他们越玩越多，越来越烂了，到现在了。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有十年吧，十年以上。我个人生活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啊，就是工作一定要做了，没有的走音乐都要做。不过在业余最喜欢就是打边了，玩音乐了。